チャックル。ギャル。チャッチ。各位大家平安，真欢喜吼！咱即届即个台湾政府吼，已经来到即个第47期，啊，我想应该咱昨上课内底有侪侪，可能咱有真侪较早咱拢捌听过。那么伫今仔日即节即个内底吼，咱应用较轻松的心情来学习吼。因为伫即个内底，我嘛是咧学习。咱即个内底要讲的内容，就是讲都市计划哈，心灵的都市计划。啊，我先问看嘛，咱讲华语、讲台语安尼听有无？有啦哈。哦好，谢谢。咱真因为我真爱用台语来发言哈，安尼较亲切啦哈。伫咱即个心灵的都市计划，我先讲出来讲是安怎咱那边有即个计划哈。咱有当时啊，会用想着足侪足侪讲，伫咱的心内底，我有看到咱台湾人，即卖伊家己要爱虾米物件，家己拢唔知。你有当时啊，囡仔，你敢问讲，请问，你感觉到，当你考试考到真好的时阵，有一个爸母转甲问讲，我唔知要买虾米物件给我囡仔，但是等候一日。伊发现着讲，这个囡仔虽然伊万米拢总无欠，也毋过，伊确实行为种种开始会去摕别人的物件，伊嘛是会爱去侵占着别人的，即毋是无属着伊家己的物件，伊嘛要去共摕。那么这是啥物情形？因为咱拢知影讲。在心内底欠缺，实在是唔是讲用物质会当去改变。而且咱会发觉着讲，伫台湾遮尼久以来，咱可能唔知台湾做这代志。咱若介绍台湾，你若看着讲，伫这块岛屿内底，你感觉讲生活伫这块台湾岛屿面顶的人，伊是真活泼，还是乐观，还是真悲观？在恁的看法是感觉什么款？您感觉讲伫台湾这块岛屿，这个四面拢海的，伫只生存的人，伫只生活的人民，伊的思想是虾米款？我甲各位讲，伊的思想是非常的乐观，伊有真好的冒险的精神，伊绝对唔像咱即马看到即种的，因为伫中国，你若较内底遐的人。我捌看过因的影片，因有讲着讲，当一个学生囡仔，伊本来为海边搬去伫即个内底受教育的时阵，伊为本来伫福建迄个所在，啊怎搬入去个内底？本来伊的环境是外海，也毋过无外久了，伊搬入去个内底，拢总毋捌看到海，遐个人伊一日伊咧。创作咧画图的时阵，伊捌画一只船足水的。当伊画出来了后，伊老师甲骂一句讲：“笨蛋，无恁啊，即个物件，你画这个东西，伊讲你画这个东西没有轮子，怎么走呢？”啊，老师嘛甲讲：“你真啊只怣，这无恁啊是变哪行？啊，佮只大只，啊是变哪行驶？”当这个小朋友、小学生，甲伊讲讲，无，这唔是要伫陆地上行走，这咪要伫行伫路面顶，这是要谈迄个海。结果你敢知100%遐个人拢讲，虾米叫做海？海是虾米物件？当这个囡仔甲伊解释讲，海就是吼，迄拢种水，迄淹着。伊讲，你捌看过上济的水，就是伫游泳池尔。这种物件伫游泳池敢会行哩？哇！伊太侪疑问，互咱拢袂当了解讲是安怎伊的这种想法。因为伫中国迄边，因侪人拢唔敢去看到海，因看到海会惊。你甲看
中国历史内底每一届因的战争，咧战争所引起的物件，拢总是虾米款？拢总那着爬起咧尊顶，绝对输人。因为因无多甲人相台，你若看到中国历史一个赤壁之战，伫遮你就会当了解。因为因本来想讲，咱若爬起咧船顶，就拍输人，所以伊甲船拢总甲集合，甲整做像陆地安尼共款，等于安尼船甲合合的做一个真大只的船。但是真可惜，人用火甲烧起的时阵，规只拢烧掉的。这就是伫陆地的生存的人。但是咱阁看到讲，伫台湾本来有遮尼美的，遮尼水。你若甲看过，咱感觉真足看对台湾这个地图、这个地形、这个地势。你若真足去甲看，详细甲看，你若看到台湾这个共纬度的所在，那不是沙漠，啊无就是拢总明大人。好、哦，甲台湾共纬度的这个环境，那么是安那伫台湾这地遮细地的多数面顶，竟然有法度捞出遮济物件，吼、哦，用生树啊，用种啥就生啥，拢总袂欠亏，嘛无水源的问题，种种遮物件，拢总会当予咱伫遮生活的人充满了乐观的思想。但是这个乐观的思想，一直到1895年，哈、哦，咪1895年，1945年了后，伫台湾迄个开始。遐个切开发生过足严重的问题，咱大家捌去思考无？而且，当日本人1945年进前，咱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拢总是生活艰苦尔。你若听过较侪回人咧讲讲，咱若生活艰苦，你嘛艰苦，我嘛艰苦，咱拢无要紧。也毋过，当这个心灵。心内底，伊若无甲你教育，无互你去了解，你想，咱的心灵拢总欠缺，这个时阵，你用啥物来甲补拢无法度。所以，伫1945年以后，台湾所面对的物件，就是变作爱去讲竞争，你爱去用真济武力，用真济气力，真济手段，你才会当生存。咱今仔日伫遮要看到的。就是讲，这个计划内底，你可能规世人冇去想过，连我家己嘛冇去想过，所以我会对囡仔开始，咱就受教育的最侪问题，咱一项一项来个思考，想讲这个物件对咱有利益啊无？这个物件咱所学习的对咱敢有帮助？对着朋友，对着全体，敢有啥物利益？咱来对这开始来思考，伫这要开始进行，我想邀请大家来欣赏一首歌曲，叫做《乌鸦飞》哈。这伫迄当时是互禁唱，讲袂使你唱，是安怎？因为太逼真，因为敢若逼真，尔伊是互当作讲，即若唱了后，会引起台湾人讲，阮教对这歹，会引起反驳。伊想讲，阮古早都也毋捌安尼，啊是安怎主张？即个国民政府来个到位，咱真侪代志拢总改变。当咱看到日本伫咱台湾咧管理的时阵，有侪侪人伊还佫会笑脸，但是自从国民政府到即个所在，伊所有代志拢变啊，伊的计划、伊的种种开始拢总变化足大。咱用。回到咱这个心情哈，咱来听这首《乌鸦飞》这个心，这首曲，你来欣赏看讲，当初时因是安怎面对因的环境。
你的安静，回想这首歌曲的时阵，我感觉我常常拢会真爱伫这个暗时的时阵来欣赏这首曲吼。当然，咱是要回顾迄时阵的悲情，咱是要来体会着讲，当伊迄个时阵是发生过虾米情形，因安尼会发到创作这悲情的歌曲，但是去用感情。讲这个歌是袂使你唱，但是若袂使唱内底是安怎？这个歌有足侪人伊爱去听，原因就是讲，伫咱看着咱人类历史内底，咱的人类对着西元世纪开始，咱就进入一种神权的时代，就是用神讲的尊崇。要不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说用神讲的尊崇来说、到底是什么人去说这句话，当然有人这说神的代言的人、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说神有跟我说什么事、叫我去说，相当我们在这里也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河伯娶亲、在那个庄头里面常常都发生水灾，这个水灾每一次发生了后，整个财产、整个人民生命都没有了了。当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就出来说，说就是他们那个神的代言那个人、说我跟你说现在就是要找那个孝女给他嫁给那个好神，这样我们就会平静，但是到底有平静吗？不知道，因为每一年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来举办这个活动，直到有一次一个官员去到那边说，奇怪，你们这每年都等一个下去，这样怎么可以解决问题，是怎样他们会去思考这些东西出来？所以这个官员就想一个办法，我们都知道，他就跟他说说，好，他也要当场去看这个到底这个好神是要怎么带新妇，要怎么带他的太太，但是还没进前，这个官员他就秘密里面，
面临水里面爬起来说，啊，我跟你说，这个和尚跟我说，说有事情要跟这个巫师沟通，怎叫人家演的。咱听到这个故事里面，咱可能会想说，奇怪，他们怎么这么说？也不过在咱台湾往往也发生过很多事情，跟一场三餐像。当我看到咱最近，你不知道发觉到说，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也是减菜多多种原因，咱有感觉到说，最近在办丧事过往的人怎么很多。在我要来的时候，我走几路都走那里走那里都走到人在办丧事。当然目标不是要说这个事，咱要说的东西就是说，他在办的时候，你感觉他敢有巧，你感觉他这样做敢对。但我也一次去跟他问说，欸，请问吼，你这个办这个东西是怎样要放啊，放那个音乐要放很大声。他说，因为吼，这样才有法把这个灵魂牵去什么地方，因拢电来讲个讲，要甲这个带去啥物所在？西方哦，啊，着向西边去就好啊。啊，佫毋是西方了，西方吼，西一个，你若照地球的方向，照哥伦布迄种往西行的方向，是西登来家己的所在。嘿，安尼是假了的。吼，哦，我甲伊讲，伊讲往西方，啊，往西边去，啊，讲啊，你若像安尼，你讲起来西方是倒一边，你袂使照西方一直行去。所以坐一年了，又坐回来到这个地方，他说不是，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所以他们要放得很大声，来插到家边隔壁，然后又插到实在是，哇，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说，甚至他们在哭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请火车在哭，我昨天听到，他们在请的时候，刚开始那个电子琴车，伊还未开始咧考进前，伊用着麦克风啊，足大声个转落去，开始讲啥？底下喂喂喂，吼，哦，啊底下考，哇！伊开始都考的时阵吼，嘛足悲伤个呢，啊那悲伤，伊都开始啊，着麦克举起啊，规律着开始先叫一声，唔知什么名吼。伊个名，王者个名叫出来，啊，就唱一首《我君要离开》，安尼唱甲足悲伤。结果怎去用动起来讲？等下，这是死老爸，唔是死翁个。哦，爱着哦，安尼这死翁个吼，啊，歹势，我拄只顶一场，我就是去死着唱着死翁个，所以歹势，啊，再去颠倒唱一遍。但是伊咧唱的当中，我无感觉伊咧悲伤。伊唱了，等我都要阁出去的时阵，竟然演奏的歌曲是虾米歌？快乐的出旁。我听了之后，我讲哇，啊你哪会？本来遐悲伤的物件，是安那变作快乐的出旁？阁发现着讲，因咧唱着这个开始办一个丧事的时阵。他的心情也欢喜，感觉像说，哇，这不简单，已经这么多岁了，应该爱死了。我就想起我孩子的时候，因为我说话，我孩子的时候很含慢说话，但是我感觉我说话很实在。我要一次在看到人的在办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阿伯出来，我在那很大声向众人安尼讲一句话，最尾全去用关人个。你敢知我讲啥物话？我讲哦，我也毋捌看过遮老也未死。哦，这毋超一百岁，啊怎讲了都最尾去用关人个落去？伫我迄个时阵，我伫咧思考，是安怎咱台湾会当遮尔乐观个人，遮尔乐观个导师，但是所甲咱教育个，拢总是一字片。到底有影也无？到底是真还是假？咱拢唔知影。当我嘛知讲讲这句话，虽然迄个阿婆可能无听到，别人听到，因大家拢真歹安尼甲我骂。也毋过我发现，伫后边的人有人咧笑，笑甲足大声，佮笑甲腹肚疼。
我感觉讲啊，这到底是伊对还是我对？哇！伫遮足侪规则开始有侪侪人安尼甲你讲，讲爱安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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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伫遮嘛看到，每一届咱若咧看到咧办这个代志的时阵，内底充满了有诶知识真悬，但是拢互牵咧死。亲像讲讲，因着爱烧偌侪物件，烧偌侪啥物物件，啊，即伊才会对着往生的人，伊才会去接到。也毋过，咱毋知真正甲想过无？是安怎一个往生的人，咱着爱靠遮物件甲烧，啊，甲互伊去摕到，伊敢确实摕会到？咱们想足侪足侪代志，甚至因咧做诶丧事内底。有的人为了要赚较侪钱，专去甲伊讲讲，恁这都爱念经念，唔知几工几工几工。哦，对面做一人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到了。你若敢问讲，请问极乐世界你敢捌去过？啊，你敢知为倒一个方向去？伊讲，当然我毋捌去，伊家己嘛毋捌去。啊，我伊就真有自信，讲反正古早的人照安尼念，啊，就会到位。那么，你敢无想着用较科技的方法，创一台 GPS， 甲设定落去，互伊家己带去，安尼是较紧。所以伫遮来讲，咱有发现着讲，咱受着这个欺骗的教育，就是拢对遮开始。大家人拢会惊讲，哇，这到底是真还是假？当我囡仔时阵，我嘛拢会想起讲，济济人甲交代。交代什么东西，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大家都交代说，我跟你们说哦，咱哦，这如果有人过往去哦，要给他顾好哦，顾哦，不可以让什么跳过，哦，对对，我们都知道，咱说不可以跳过，跳过会怎样，哦，说会变成僵尸要爬起来，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不可能，因为我把他弹过，因为我跟你们弹过了，我看走，结果他都没起来嘛，无安怎？所以伫遮个过程内底，我相信就讲，咱台湾有侪侪拢去互用古早古早安尼讲安尼骗，啊开始成做一个一直传一直传一代传过一代。所以伫遮我看到发现台湾的社会的心灵内底，拢总是用骗来满足家己，用着骗。来满足家己心内的空虚。简单讲，古早有真侪人拢会去看到一个砖头内底是安怎拢有一个物件叫做算命迄个人。啊，算命这个人，伫我故乡内底嘛，一个人叫做青眉坤啊。我拢叫青眉坤啊，伊就是无看，啊，拢在讲，你若有啥物任何疑难杂症，去敢问，伊拢甲你回答。我伫这个时阵，我嘛发现，阮迄个砖头有一个阿嬷，伊个孙啊，甲我变大汉，变大汉内底，伊阿嬷就开始甲这个囡仔，伊个孙啊，带去吼，这个青面坤啊，生出来，然后读幼稚园开始，啊，就去互伊算命。结果，这个人甲伊讲，恁这个孙吼，哦，不得了，啊，介是啥种款？坐大只刀啊！咧坐大只刀啊！迄个阿嬷我看伊真欢喜，讲哦，阮这个孙阿介坐大只刀啊，无简单啊！但是伊佫我拄仔佮伊边仔咧耍，伊转较紧嘞，佫甲我扭过，啊，甲我问，佫替我问，伊掠我做伊孙仔的比较。伊就问青梅坤讲：“啊，青梅坤啊，这个囡仔嘞比着我。”伊讲：“啊，这个囡仔什么款？”伊算算诶，转甲讲一句：“我烦恼几年，烦恼足久诶。”伊讲：“这个人的命格什么款？”伊甲我算算诶，阿无讲着什么话，一句话就甲我讲：“这个人诶，这个囡仔命格拢总四牛七。”我听了一句话，我烦恼啊！因为我较紧转去吼，讲四娘七啊，四娘七啊，唔多。因为阮甲阮阿妈咧，趁咧闲钱吼，迄凊彩一条都
近我，四牛七本拢都无去啊！我敢想讲，可能我唔知四牛七暗中，我明仔四牛七到底是如何呢？是虾米款？凡正是明仔就死，还是会作衰，还是讲后日都看袂到日头？我开始安尼烦恼一年过一年过一年，过到这个代志抓袂起哩。所以这个惊吓永远都是伫遐拢存在。这就是目前伫咱台湾心内拢总用着这个物件来填满家己，咧欺骗，唔敢真勇敢去敲锤讲，啥物物件才是我心内真正适合。所以等到这个囡仔，我拢大汉了后，我嘛袂记哩这件代志，袂记哩了后，一天我看到这个青梅坤啊，甲一个甲我同年岁迄个人耍。我一届经过因家，我才看伊讲，奇怪，你即马咧做啥物代志？伊讲我即马吼，拢无咧创啥。我讲哦安尼哦，你阿妈进前毋是讲你会坐大只刀啊？我嘛伊嘛讲啊，都无影咧。但是有一句我感觉有影，因为伊坐伫因家的乒乓桌啊咧写字，你教因囝同齐咧写字。我讲哦，当然啦。全世界无一只刀啊！吼，比乒乓刀较大刀，安尼有准。伊坐伫乒乓刀啊，我看了，我讲啊，安尼真准。所以伫囡仔即种世界内底，我看过种种真侪大人拢总开始用着骗，来骗只小朋友。就我囡仔嘛，一直去用骗啊大。我会记哩，古早阮庄头有一个大石头，足大块呢。当遐时阵，伊在讲，我问一百个人，一百个人拢甲我讲什么代志？我讲，请问这粒石头，你藏会食？安尼，咱要过都拢揢着啊！伊甲我讲啊，你免管，遐鸟袂叮当，因为吼，遐古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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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伫遐。而且吼，遐外深，你知无？遐摆甲足深足深，比我的人嘛几倍深。安尼，当问一百个，一百拢安尼甲我讲，我感觉足奇怪，有一阵。我想讲，我到底要看迄个到底是大偌深？我一工去甲学，甲学，甲学，学差不多两礼拜，我感觉伊咧叮当。有一日困中昼的时阵，我感觉这粒石头应该按得到，我怎甲按到？哦，一粒石头怎哐哐哐哐，安尼扔去甲人个门口，啊怎？哦，我想讲，规庄可能会甲我家长哦。因为吼，我把这个石头给淹掉，可能吼，安尼大家要出入足方便的啦。当安尼时阵，大家听到迄个石头连过，侪侪人困中头拢爬起来，伫田做工课嘛，看半顿来，讲到底什么代志？那怎啊，拄只一年啊，连到大伊？结果所有的人拢惊一个，拢全骂一句讲，这打一个妖兽死，那搞影响掉。结果讲一句话，我讲我，因为恁讲讲迄台足深，我去甲试看。伊讲这个物件是做古早古早的台里只，谁那恁来去甲挖掉？我讲啊，恁就讲迄会使挖，我就甲挖看咧。你讲挖袂掉，我去甲鸟看卖安尼尔。结果两礼拜去话鸟掉的，因遮的人拢着惊，阿妈感觉真惊吓。我唔知因咧惊啥物货，阿姆过真趣味。伫迄天石头扔了后。一个妈妈大巴肚，阿公漏体，我想甲这粒石头无关系，因为石头连的时阵无甲地着。过来，因的底下讲生出来讲烂烂，我讲歹势，我咧连的时阵，恁的底下嘛无底下。阿哥一个骨如好笑，当伊讲去有火车弄着，我讲火车敢会讲为着要闪这粒石头，怎杀来甲弄？三项甲这粒石头绝对无关系，因故伊拢将这个代志当中牵拖对我遮来，讲这个囡仔就是安尼造成，伫我囡仔时阵就开始去哄，安尼真感觉第一点我讲这足搞怪囡仔，相当我嘛底下开始思考，是安怎，咱足侪代志拢总要用到这个无影代志来。
取代。是安怎？咱若发生代志，咱就拢会开始去找算命、看风水，那歹用家己的角度去甲解决。是安怎？做做，若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人个若咧起冲突的时阵，就去用大杯。这才是让我一直思考真久真久。我看规钟头，安尼开始，哦，那跋着好诶，就开始安尼拍扑啊，啊，那跋着歹诶，就心情不准。所以有一回，伫阮诶钟头内底嘛一间庙，当伊咧跋诶时阵，一个人甲我讲，啊，你嘛去跋好卖啊？结果我跋三届，拢总人咧讲讲下做啥物杯，拢总无答应着，拢总吼砍起来砍起来。结果有诶人甲我讲。啊！你是来够水，真正够水。啊！人连续跋三届、三届拢去种砍的，你看人阮一届吼，神就答应，这么好。吼、哦，伊讲你看，拢我跋讲安全嘞，伊拢甲我答应。拢总，伊讲伊种我袂晓看吼，伊讲啊，人阮的神拢甲我答应，我甲求啥，伊拢甲我答应。啊！我心内我唔敢讲，我甲讲，干嘛呢？啊！所以。引起了规钟头真侪好奇，开始嘛甲我问，讲啊你到底是问啥？你是求啥物货？你这神啊哪呢？莫怪你作业连神都歹插你，拢甲你扛起来，讲无答应。我甲讲我唔敢讲，伊讲是安怎你唔敢讲？我讲唔啊，讲出来你阁话，你阁假咩？结果伊那呢，一个一个一直问，一直问，问到落尾。我怎甲讲出答案的时阵，有影规钟头人拢准备甲我拍死。因为我甲讲，我是问这个神吼，问这个庙的神讲，你是捌啊唔捌？结果伊甲讲三界伊拢唔捌。啊，我当我讲这个话出来，全去用，大家拢讲哦，我会安怎？大家拢开始甲纠缠讲，啊，你这个囡仔得要死啊！啊！我伫迄种惊吓，安尼开始生活足久足久，才感觉讲，哎呀，实在是，像咱台湾这种教育的程度，这种社会为专业无法度突破。所以伫遮，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当咱人类为西元世纪开始，这个新权的教育，让咱头壳一直愈来愈戆。因为这个神到底是真还是假，你唔捌去敲锤，所以直到三世纪，规个人类进入一个黑暗期。第三世纪了，进入这个黑暗期，迄、那个生活，我相信伫欧美迄个国家，所有的人拢总是每一日，因生活一日过一日，安尼就好啊。有饭就吃，啊，若有工课就做，啊，若会当过日就过日，安尼一日过一日。但是，当因经过这么长，为第三世纪开始，我相信，在因这种生活环境经过几十世纪，为第三世纪到第十七世纪的时阵，总共十四世纪，等于经过一千四百年，我相信因的头壳拢在咧想一件代志。是安怎人类会陷伫这种陷阱内底？是安怎人类会遭受这种思考的限制？因为伫迄个三世纪进入了后，拢总是用新权来解决。亲像咱嘛知影，伫欧洲遐个国家，因拢总所有的工课，不管要做啥，拢以王所讲的来做。所以因真可惜，因变作啥物款，你若唔知影，拢神讲的。所以因用迄个制度，就甲百姓限制，甲百姓拐足侪钱。咱慢慢读过历史，咱从这个赎罪券，就是对啊开始，你犯罪人开始要用钱去买这个赎罪的代志，再当赎回你的罪，用钱用物质。来开始消毒你的业障，也毋过等到十七世纪，因有一个人叫做卢梭。你敢知影讲，伫卢梭因妈妈，卢梭这个人，我简单介绍吼，
因伫登基以来，伊妈妈就是伫法国咧做这个神女，就是敢若讲咧靠着这个女性的关系，一直咧趁钱饲伊个囡仔。所以因的地位从安尼糟蹋，因常常拢拄着真无好的环境。但是这个卢梭伊知影，伊开始发表一篇叫做《天赋人权》。这个人权是对神应该咋？你人人出世就是爱护你的。遐人拢敢若唔知影讲，这个天赋人权一讲出来，引起了因遐个欧洲社会真济波动。因拢想讲对啊，只要那是人应该就要有这种人权，就是有生存的权利，有食头路的权利，有免惊吓，济济权利拢总爱有。也毋过，因拢总互砍掉。当互砍掉，因即一个一个一直讲的时阵，这个卢梭伊感觉讲我必须要继续去讲，所以伊去甲多蒙找到政治庇护了后，伊开始发表。所以欧洲的社会的人开始去思考，对，人权是全世界普世价值。人权是全世界袂当无去的物件，所以我当看到历史甲正时阵，这个卢梭伊讲，这个物件本来就是人神要予人类的一宽便，所以引起第二项代志发生，宗教的改革，宗教改革。就是马丁路德在16世纪到17世纪中间，伊发现着讲是安怎古早，干那这个祭司在使去看一本伊个圣经，啊，伊大概出来讲个到底是有影无？敢讲圣经内底所记载人个罪，就是爱借着金钱来消毒。伊讲我唔相信，直到伊个改革过了后，伊看到这本圣经。发现着讲，欧洲的社会嘛，因为这本圣经的出现，伊讲因为相信来称作义，这是真正神要给人的人权。你相信，你就无受到这个罪捆绑。当这物件出来了后，因开始欧洲的社会开始大大的改变。因感觉讲，咱所注意的物件，就是人权是至高无上，是袂当。将伊无去，因为人类拢总是对这个各位神所得到的人权，这是神赐予人类的物件，你袂使甲摕回去。我读国中看到这历史，我开始看讲奇怪，是安怎伫咱台湾会遮大改变？当然，迄时阵我也唔知影讲无国籍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你无国籍代表你无人权的形式。也毋过，我会记得伫学校甲你教育，伊拢甲你讲，咱台湾就是对中国迄边社会安尼一直过来，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当我读到历史咧教育讲。台湾读到中国史，拢讲哦，甲咱教育的皇帝非常伟大。那就讲你要做到皇帝，是你要有这偌济因，哈、哦，真好代志。你出世才使变作皇帝。所以这个皇帝的成立，是因为你做甲真好，才使做到皇帝。但是你有看到中国历史的皇帝，每一代的皇帝，咱换一个时阵，因所思想的拢总是无，唔知几个，几个听讲爱害死几万人，是安怎一个朝代换过，爱害死几万人？中国历史内底所记载，因的皇帝为着要让伊的王位会当一代传过一代，一代传过一代，因某一种人出现，就是咧替因。看风水，但是有一点，我甲大家来分享，就是讲，这个皇帝真够找到这个好所在去甲待落了后，
要不然我们今天正面看到你有看过皇帝后代出现吗？他的后代打三款都没去了，这就是表明说人权让我们的人类绝对跟这个权柄有相当的关系。人权不是每不是说什么人会当给你夺取，不是皇帝说你爱你生你就生，爱你死就死，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到欧美的国家，他们自从将这个人权展现出来之后，第二项事情，第三项，他们就发现十七世纪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做美国。他们开始脱离英国来独立战争，所以你能够对历史里面去看到说是怎样他们有开始发现这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对着哥伦布开始。在哥伦布他每一次他在发表说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时候，这是真理，这都没办法改变，要不当他那时候在说是会被推散，那个头壳可能要准备被剁乱。但是根据的研究，他说正是地球就是圆的，所以他开始他说我来用行动来证明。他怎么驾船为这样西边一直驶过一直开过，在这个里面我们都知道哥伦布是发现到一个新大陆，南非美洲大陆，就是发现美洲。所以在这里来说，他们发现这个这么大地土地时，他们很欢喜，他们认为说他说的并不对。所以在欧美国家，因那个精神开始有那种挑战环境，不是屈服环境，他觉得这个环境会当，只要有这个信心，总是会当去改变，不是说哄骗这样就去了。所以他们发现美国南美洲美洲大陆这个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国十七世纪独立宣言战争经过这个战事之后，他们向英国脱离独立。在他们这每一次我都会去思考到说，当初时假使这个他们第一任首任的领导人就是华盛顿，我每次看到他这华盛顿在开始说他原地是在英国来地，他是一个上校，他让派去在美国那边开始说来你去那管理到那些人管理，开始在那维持顺序，维持这个制度，是你受到英国的任命去那做。但是有一天华盛顿他看到说不对啊，我虽然徛在这个所在，所来为美国过来的人拢总是哪像讲被用关过。较早你若看到澳洲遐人，拢总是英国遐犯人甲掠来澳洲这边，啊，甲放到遐。南美洲嘛受伤，美洲遐大陆拢总是受伤，拢是英国敢那啊，你这个人较无效，甲你送去较远的所在。华盛顿伊发现讲唔对啊。这个人伊敢无人权，所以开始伊伫遐开始主导了后，发动这个独立战争。华盛顿伊本来是一个上校，当伊开始领导当地人民讲，我要向你大英帝国来宣布独立。你知大英帝国迄阵女王到华盛顿讲，来，你来，我甲你先。嚣张，结果华盛顿也拒绝。伊讲我伫遮生活将近要几十年的时间，我的生命甲这块土地已经是连做伙啊。即使你让我先起来做嚣张，虽然你的宽平让我愈济，也毋过我甲遮个人民的感情。别因为你的宽便和我要来管辖人家人，所以不再次向美国，向那个英国女王说，我要对你宣布独立。所以他敲碎法国的倒三家，将于美国独立战争
安尼来完成。当美国迄个国家成立了后，咱嘛知伫中岛下头，咱就看到美国的精神，伊带领着规全世界是安怎伊个国家会遮用？因为因对着因个国民敢若教育一点，你爱有国家，国家的意识。第二，爱有荣誉的意识，爱有名誉的意识。第三，你爱有责任，国家、荣誉、责任。这三项内底，咱拢会看到，这三项是建国每一个人内底，咱心内。你若徛伫这个国家，这三项的要素，若伫你的心内底，我相信这个国家绝对是真用。所以，伊甲这个代志，甲因教育讲。恁不管什么人做了总统，你看美国200几年来，伊拢实行这个民主制度。当然，因伫这实行内底嘛，足济困扰。也毋过，因知影讲，美国每一个人，因要求每一个国民拢总爱有国家意识。咱这个国家得来无容易，所以咱有这个意识。第二点，你爱有这个名荣誉。你要有这个荣誉感，你袂当看轻你家己讲，我是对英国过来，所以咱比英国人较歹。你袂使安尼，你还讲我是脱离英国，我要佫比较好，因为我疼惜我的国家。第三点，爱佮责任。因教育讲，恁爱每一个人尽家己的责任，安尼就好啊。咱这个国家绝对的。真兴旺。反倒回来，咱来看到台湾。我相信，伫咱侪侪人的头壳内底，拢会想讲：哦，咱是中国迄边较早，咱拢讲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咱的祖先是对迄边来，唔感觉切断，也唔敢承认讲咱是安怎，就爱受中国这样的牵制。嘛，无人去想讲奇怪，中国敢有予咱什么好处？啊，咱那对人遐好端，你若看到咱即卖咧教育个物件内底，你若问咱即卖少年囡仔，问到咱即卖小学生，你甲讲，罗水溪伫倒位，伊甲你讲唔知。我想罗水溪，我捌听过这个答案。伊讲，因为咱个罗水溪吼。就是做了歹，所以规条溪拢落个，互你袂做安尼。我听者，我讲干嘛呢？伊讲因老师讲个，伊讲哦，迄老师讲教讲哦，台湾即个落水溪根本无效，因为哦落落袂使创啥物，啊，即就是哦，遐听惩罚遐人啊。你看人个中国迄东江黄河哦，迄大项都遐伟大，我讲啊落水溪。伫倒位你敢知影？伊讲唔知，因为我毋捌去过。我讲唔知，你定定去经过，你毋知安尼。第二点，甲问讲，你敢知台湾上悬的山伫位？台湾上悬的山，伊甲你一讲，我毋捌听过，我毋知。我讲啊，中国迄边上悬山伫倒？不免讲中国哦。你甲讲。咱上悬的山是啥物所在？伊讲我国的山最高山是喜马拉雅山。我讲你敢听到？伊讲课本都是。是安怎？咱侪侪物件拢是中国安尼甲咱侵入，迄毋是咱的，要不咱拢知影中国的关山有偌悬，中国的万里长城有偌长，中国的黄河有偌远，中国多一个。都会省会什么会，哦，咱拢真了解。大家铁路行对行对，咱拢背个足熟个。咱问讲台湾铁路叫什么名？伊讲我捌无名。较像遐，咱台湾的铁路，咱拢称做什么名？嘛，敢那唔捌哦。都敢那代替，安尼一东西代替。像那中国迄边哦，你在这条做什么铁路？这条什么铁路？这条什么铁路？拢知影。跟咱台湾，若讲对头到尾，讲我阿就代替，安尼尔。不过，虽然咱只生活
的习惯。以我来讲，我生活在台湾，一出世就直接出世，已经生活四十几年啊。有侪侪看到台湾，实在是真正。我阁无继续讲落去，台湾到底什么人会讲唔知？你若看到这么囡仔，你去讲台湾什么事，伊都不要讲。伊甲讲哦，台湾哦，台湾就是一家土地势，啊，伫世界吼可能会大势无。甚至有个人阁真看轻个台湾，伊讲台湾基隆东东西吼，台湾台湾多。啊，像迄基隆顶多养养鸡尔，所以伊拢免做尔。你看人迄中国去评估，伊佫讲，迄两句我也是足歹讲的。佮因咧讲的时阵，讲到讲哦，人迄边偌好偌好，甚至有口音啊吼，拢感觉讲，老师，人迄中国偌厉害呢？因的刀吼，拢有一种刀叫做叫铁如泥刀，迄人拿出来吼，迄枪支吼，若拍过来，飞弹拍过来，美国。真搞出到那边，我讲将你也要相信，因为真个啊，我看迄地基吼，人个武功吼，为土下跳去你面顶，恁只都无人有法度呢，人因迄边弄。我讲你是电视看新闻一下吧，因为真个啦，迄中国人拢武功真厉害，哦，一个人能拍倒几个，我讲哎，甲咱有关系，所以伫遮咱要反省的是讲。在咱台湾的囡仔，拢去接受别人的文化、别人的教育，拢总甲家己感情这块土地完全无关系。所以在家，恁若发生着啥物大件的代志，恁也袂去在意。从最近，咱拢知影，伫最近明仔吼。咱常常搁咧招工，要来悠闲抗争。明仔载听讲伫台北有一场真大，因号做会大的大悠闲，就是要抗争这个马先生，伊要将这个马先生甲伊讲讲，要甲顶争，要甲抗议，要甲抗争，甚至有个人伫遐开始准备真大声麦克风，开始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但是喊到落尾无法度。听讲明仔载一月十三是一个叫做姓蒋的，大迄天死去。啊，听讲马先生迄天要去迄间庙要甲看，要甲拜，啊，所以你伫遐抗争，伊拢无听着。啊，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写那明仔载开始组织，伫我伫。中南部遐看到真侪人开始咧招，你明仔载要去无？你明仔载要去无？要去哦？要去无？开始咧招游览车，讲啊你要去倒位？讲要来去台北的台开达格兰大道遐，要来会大大游行，你都爱出来，安尼才听台湾。我讲，啊，毋过你要甲食请求，伊讲要甲马先生甲大声甲喊。啊，我问甲问讲，啊，你敢确定有伫遐？我毋知。啊，所以这群人听讲要招几万人，伫遐花的时阵，啊，伊唔知有伫遐无，甚至讲伊闹伫遐，伊讲要甲你听。啊，毋过看到遮，咱感觉足可怜，就是咱会当咧规群招招咧，安尼要来去画这个物件，对着利益是虾米款，拢无利益，一点仔帮衬都无，因为直到画了，听讲下昼四点。一个主持带头，迄个人就讲：“啊，各位下课了，该回家吧。”咱的问题都还未解决，先啊，就要讲要叫咱回去啊。所以一只一站一站，你甲看到，我真诚啊，爱真来讲到美国这个国家，因为因足济破世界纪录。包括欧美、德国嘛，足济物件，互你看到，你会真感动。讲是安怎，因个人个头壳会安尼想。当美国林肯总统伊看到黑人防止奴隶安尼拍，林肯总统伊捌写一本册《林肯传》内底，伊讲一个黑人
一年的食食食食食的这个费用是$52，一年食物件的费用是$52。林肯总统看到这个代志，伊讲实在是足艰苦的。你敢不知道$52在我们这饲只狗，反正都一年开起来都唔难遐，但是伊愿意开始背着这个使命。伊有一日去看到人咧画迄个物件时阵，伊看到一个，互伊引起一个真大的动机。伊讲看到乌人，一个妈妈抱一个，伊个囡仔拢乌人，咧画$100、$200、$100、$100，安尼一直过去了了后，一个大财主，伊甲讲，我1000，将来唔捌人画遐悬诶。林肯总统看到这个代志，讲。伊阁真好奇，去啊！甲徛咧看，讲哦，人这若超$200就卖掉，像你若甲出1000，结果伊底下要看什么款？伊要底下要看讲，这个人要用$1000买到这对母仔囝，安尼伊变啊对待。结果伊花1000，无人敢甲伊谈介绍的时阵，哦，这个人口贩子开始。就甲伊讲，来来来来，我甲你讲，你买到这个绝对赚钱，吼、哦，因为这买大送小，这都会好啊。啊，你去出只管，我甲你教撇步，你免啊，让这对母仔囝听你的话。结果这个财主甲伊讲，你免甲我教，我知影。啊，特别早时阵，迄个人口贩子，不甲迄个卖，迄贩在咧卖人，迄个吼，甲伊闹来讲，来来，我一定爱甲你讲。你就回去吼，把伊的母仔囝跳开，啊，然后把伊摇三工，卖互食饭。啊，第三工再甲伊讲讲，你有要好好做工课啊无？啊，再等一个细块面包互伊就好。一工互伊莫食伤饱，食伤饱你会走，你伊若逃走，你容易袂着哦。安尼个吧。结果，这个林肯总统。伊虽然未做总统，伊开始伊也想，伊就去问这个人讲：，请问你买这$1000这官价的乌人，你买当要创啥？这个大财主甲伊讲讲，我若用着我的财产，会当买着一个人的性命，我感觉真有价值。伊讲：，啊，你买当了后，你要将这个人，你要打算安怎？伊讲：，我要给伊注意。这个财主，伊真济钱，伊讲我用着$1000买着这对母仔囝乌人，迄通常是$300就真贵啊，伊用1000甲买转去，伊讲我要互伊自由。这个母仔囝听着讲，你讲咩啊？讲真诶，你自由。所以林肯伊看这个代志，讲这个印象，互伊真透真深讲。是安怎白白拢是人，有个人真爱爱红白白，所以伊这个南北战争开始发动偷棒这乌人，偷棒乌人内底唔是讲遐尼啊简单，因为伊咧讲画出这口，等于直接做个总统，伊讲这个乌人绝对爱偷棒，可以自由，因为甲咱人拢同款，这是人权上的问题。遐个财团甲讲，你敢知你偷放乌人，阮财产是破产。伊讲无管，所以林肯总统因为安尼决策，无受着发动战争。南北战争了后，因个人权、因个真理徛在倒位。有个人拢想讲，因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以因较紧个。在战争的中间，拢求因的神界做伙，伊对着伊嘛求因的神界做伙。但是林肯总统这边领导的军队，嘛咧甲林肯讲讲，林肯总统，我甲你讲，你开始爱较紧求神甲咱做伙，啊无咱会拍输伊。林肯总统真好胆，甲伊讲讲，不是求神甲咱做伙。是求神帮咱来做好，这个战术拍赢，果然无唔对。
当林肯总统打赢时阵，有侪侪美国的白人，还佫冻到空空，算来冻到是还佫开玩笑。伊伫遐，捌看到伊纪录片内底，一个学校，一个黑人查某囡仔去哄，互白人三个白人少年甲耍断了后，伊煞无讲无打，林肯总统震怒。枪输一个叫军队，用个直升机将军队部队派来到英学校，当场将这三位少年家当场甲枪毙、甲毙命。人家学校拢出一条讲，你敢知这三位后壁背景是啥物人？因爸爸是参议员，因爸爸是啥物人？林肯总统讲，骨较大个权，骨较大个官位，嘛袂记。官贵人权，因为人权是伊应该爱有诶，你无法度甲夺取。当遮个官员向林肯总统咧讲诶时阵，遮官员拢无法度。所以美国即个国家是安怎伊安尼伊得今仔日，因个黑人用抱着用着人权诶关系，奥巴马先生会当当选着总统。因为伊有一个意念，因敢若一个国家叫做美国，因所有的责任就是爱为着美国，所有的一切一切拢爱为着美国。当我看因拍这个战术的时阵，也感觉真奇妙。当因开始拍这个战争，林肯总统甲因的军队讲讲，恁爱将真理放出来。心内底去存在，所以当因的军队因拢无用手拍，因用唱歌，唱歌叫做《把错一拿出啊》，就是真理进行曲吼。当这首歌大家唱完了后，因才讲这个代志就完成。我每一届看到这个时阵，咱回头等下看到咱家己的所徛起的土地。当咱的支持把事情往一个一个的抬、一个抬时阵，无一个人愿意用钱来保护这人。假使今仔日有一个人，伊愿意用钱来讲来发钱，把你买这个生命转来，这个人会当得到保障。但故，咱是讲伫越南有一个。胡志明市，这个胡志明市就是咧讲着讲，当因这个蒋介石吼，拍军队拍到遐去的时阵，这个胡志明先生伊开始领导起来反抗，所以因得到胜利，因为着咱人权爱得到保障。杨过伫咱台湾，偏偏有一个人改名嘛，差一字名，这个人食足济足济。大到我很故乡，我是来看一个，这个，大行，你若敢问代志，伊拢甲你讲，哦，我要看报纸才知道。这个人姓吴，这个做着遐市长的时阵，迄时是我讲吼，我伫因个土地公庙后壁去瞄着枪机，不过这个吴市长。伊讲，新民都唔知，我哪会知？我感觉讲这句话，伊敢有去用心治理这个国家，治理家己的政治范围、责任范围，敢那拢无？伊向媒体讲出讲，吴市长，你敢知影讲，伫台中偌济庆基厂的庙内底，伫土地公庙后壁，你拢不去甲找着，甲这个责任放？上啥物人？搞土地公，伊讲土地公都唔知影，我有可能知。伊安尼来甲推辞，但是你若看到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人，今仔台湾改变。第二卡，我大概若上过这个课程，我真爱用这个分享。我每一届若去到我遐国中头放这个影片，大家看，我拢甲因讲讲。
你唔通就是讲这个代志未发生，这个代志发生伫人家，咱无犹太人安尼啊可恨，有一个心得了，伊要用钱来一个买单。伫犹太人的世界内底，伊嘛曾经捌去用屠杀，因为用屠杀的时阵，犹太人希多拉伊讲我要将犹太人全部杀死。一个外人，但是看到伊迄个气势，我相信迄个拢无甲动，绝对会将我杀了的。因为这个时阵，有一个人，伊用伊的财产、全部的钱，一个犹太人安尼买当买当，互伊的性命得到生存。我每一届咧讲讲这段历史的时阵，有侪侪人会流目屎。有的人会感受着讲，是安那咱台湾遐久的时间，拢无这种人出现。咱来先看这段影片吼。当你看的时阵，伊遐久咧组织家己，吼，伫每一期我拢会放一个唔是，每一届放一届，我是讲这个影片的内容会放，唔是留伫你的心，是爱刻伫你的心内。